当真如此凶险，没有转圜之机吗？天狼星高悬北方之天，紫微星暗淡，天下形势机变，霸刀山庄身处太行要冲，避无可避。若注定当此劫难，霸刀拼却玉碎，也不会叛军河流。只是我山庄覆灭事小，九天武库中的神兵利器若被叛军所得，世间更难享太平，那便是我霸刀的罪过了。今日霸刀盛名在外，恐树大招风，成为众矢之的，不如暂放虚名，将神兵分散于神州各处，至少可不至全落歹人之手。只是风骨兄你正当盛年，霸刀声名日隆，如今要放下繁华，甘愿沉寂，你可舍得？若赌上霸刀百年基业，能挽救天下黎民一二，倒也值得。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与他相遇。若我无法克制心中喜怒悲忧，刀法越强，便害人伤己越多罢了。年少时不如人，年长后无人问。我柳惊涛的一生，莫非不能再掀起什么惊涛骇浪了吗？年过半百，人间万事皆已灰烬。自我出生以来，你们便教导我，霸刀柳家乃北武林第一世家，如今竟连一个血性男儿都没有了吗？如今的霸刀不宜再做搅动风云的翻云覆雨手，此中意味将来你总会明白。我不想等到虚无缥缈的将来，我只愿不再做这冰冷的山庄之人。小九，这是我交付于你最重要之事，务必要将这些兵器送至昆仑。这些神兵是霸刀山庄百年积攒的不世之宝，就这样拱手让人吗？没有舍，何有得？霸刀得到的东西够多了，也需要为这苍生付出一二。霸刀山庄之北武林之牛耳，在江湖中地位一举足轻重，可这一切为何都变成了传说？山庄之中依旧神兵无数，三庄主亦是年轻有为，此刻的沉寂只是江湖中人不懂我霸刀的报复。霸刀胸怀坦荡，又何惧流言蜚语？终有一天，霸刀山庄将重回武林之巅。是谁今日月躁动，梦话中不惧？是谁孑然于乱世中，可有酒歌枯荣，窗罢夜一中，斩边关，傲视横刀成雄，狂绝地与火生，百年后世出言。
之冬，便如这峡谷正正。孑然于乱世中，可有？